预备，三、二。Hello， 两位好。Hello。今年翻嚟奥运咧，最期待睇边个项目啊？我最期待睇霹雳舞 breaking 啊，因为细个自己都好中意呢个舞种啦，同埋佢系第一年成为呢个运动嘅项目，加入呢个芭蕾奥运，所以自己好期待。我贪心啲，我几个嘅，我就剑击啦、游水啦，同埋篮球。係啦，因為我哋香港隊啦，何詩蓓游水啦，張家朗啊劍擊啦，咁一定要支持啦。咁同埋我本身打籃球啦，同埋今年美國隊係好強勁嘅籃球上面，咁所以都好想睇下嘅。但今次即係如果直播賽事咧，都會有時差啦，你哋點樣準備啊？即係完全唔瞓覺。首先因為佢橫跨咗有幾日係我演唱會啊，所以我演唱會嗰幾日咧就應該要專心就冇得睇。八月嘅時候咧，我就應該會 mark 緊個時間表，全程投入呢個奧運嘅節奏啦。如果我發覺有啲如果顛倒咧啱啊，如果拍劇啊或者拍戲嘅時候，夜間嘅時候就自己拎個電話嚟直播，所以啱啱好，係啊。我想試下評述呢個工作。評述呢個工作啊？好難啊！好難啊！好難喎！佢哋嗰啲好 pro 喎，同埋要記好多資料喎，我就好驚做唔到。啱啱上台記咗稿，我都已經好驚啦，係啊。試唔試下？我唯一可即係最。有啲信心去講，即係都唔係叫評述啦，係參與一下都可能真係 breaking， 因為都仲記得啲招嘅名啊，或者可能。但係我知道咧，今次嘅 breaking 咧同以往跳舞 battle 嘅方法係有啲唔同嘅，佢哋嘅計分方式，佢哋係採取一個另外一種計分制，所以我都唔係好清楚個遊戲規則。但係如果你話參與落去一齊評述講下件事，我覺得 breaking 會幾好玩。嗯。有冇興趣即係揾埋啲 breaking 嘅朋友一齊？有啊，啱啱 C plus， 不過我未有機會同佢講兩嘴，但係希望嚟緊再有奧運嘅話，希望香港嘅乒乓選手都可以再攞有機會可以攞到下一次嘅入場券。冇錯。係啊，陳啊，我未好曬啊，我咳到甩肺啊，仲係我逢緊夜晚瞓覺，我咳唔，我就咳到瞓唔到啊，係啊，但係都應該還好嘅。唔係，我喺香港之前拍嘢嘅時候就應該攝親，咁就就去喺巴黎嘅時候已經開始醖釀得，其實都病緊㗎啦。跟住之後，但係一路冇消嘅，其實都一直都冇消嘅，但係只係就係咁咳，同埋會有啲好唔舒服嘅感覺。有冇失望啊？唉，回歸現實啦，冇計啦，係證明。我好有型啊！佢。嗱，即係嗱，即係其實咁樣嘅，嚟而家落緊，突然間落雨啦，咁你喺行兩步啦，咁我突然間諗起落雨喎，咁佢冇遮，女朋友冇遮，我即刻著咗件褸，跟住之後就咁嬲住，嬲住，然之後就好有型咁向前啦。跟住佢話：你做乜啫？你都未病好，買遮啦咁樣，就斷咗一個韓劇嘅氛圍。唔係。應該要一齊遮住咩？你自己行前，揾件褸嬲埋佢一齊。我以前見阿華仔嗰啲係咁樣噶嘛。咁可能就係撈嗰啲香港嗰啲係咁樣，唔係咁樣咯，即係應該咁樣對住佢係咪應該？唉，做錯咗。唔係你嗰下，佢嗰下又擺咗個膽出嚟，你應該係除咗件褸行我哋一齊。係。咁佢入門咩啊？你嗰個韓劇嗰個情節未攞到最極致啊！諗住型跟住走啊嘛。唉，錯咗原來，要跟你機學嘢呢啲嘢。唔係，我成日都做噶。係，我成日都話，譬如我你個袋好重，我幫你拎啊。跟住之後佢話嚇，咁我咪冇嘢拎咯，你拎我。哇！你可未成為平時咁樣練人咧，兩個。係啦，係啦。呢啲又係韓劇情節。呢個時候你啲韓劇音樂一出嘅時候就完美。變咗韓文，你諗下。你下啲鋪多啲睇多啲。要鋪咯，即係睇咯呢啲係嘛？即係 keep 住 update 啊！即係我 update 咗啦已經。keep 住 update 啫。佢梗係合格啦，高分過我幾多啊？幾勁你啦！遲啲去台灣？遲啲去台灣？哦，未決定嘅，係啊，但係嗰個展好開心可以參與到，即係我哋嘅 product 可以參與到，因為嗰個都係一年一度喺台灣好大嘅城市，咁所以都希望可以。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咩崗位啊？我係負責咩崗位？我負責諗。買啲咩電影嘅 IP 啦，因為其實我哋嗰個 project 好玩嘅，在於因為我哋會買好多唔同電影嘅 IP 去做一啲 crossover， 咁某程度上有完成自己少少心願啦，可以同香港電影有唔同嘅合作啦，咁所以我哋嚟緊都有唔同嘅 IP 會買，咁所以都希望期待一下啦，幾得意嘅，因為譬如有好多譬如食神啊，有好多嘢可以玩，係啊。
哦，我哋其中一個 partner 係都係喺台灣好資深嘅製作人，咁所以都希望可以嗰邊又認識一下咯。有冇提過我名啊？張醫生，佢見過你添啊，可能話。係啊，我好朋友咁樣嗱。喂，大嚿咗喎，好似真係大嚿咗喎，係真係大嚿。即係真皮成功啦。係啦，係有啲。A 減去到 A 啊，依家。應該都未。我細咗噶啦喎。兩邊夾埋差唔多啦，有差唔多有一邊咁大啦，我估。你要除衫啊？我唔會。哦。我問咗啦，綁。到時會嘅話，咪有驚喜你哋。我盡量就保持一個。肥翻少少嘅體格，因為大家都覺得我真係太瘦，所以我就盡量係真係食翻肥少少，同埋因為嚟緊有啲比較多體能要應付嘅部分，所以要大隻翻少少，體能好少少去應付。咁你之前咪有話即係演唱會有啲高難度動作嘅，嗰個就係可唔可以強調少少？嗰個高難度動作就係喺呢個低難度同埋中難度上面再高一級。所以大家期待一下，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，我怕我一說呢又說太多會穿了出來，大家就沒了個驚喜，所以就大家期待一下，但我會小心自己的，放心。是那個是一些以前真的 dancer 積累的舊患，最近認識了一個新的醫生，那就去看一下處理一下舊患，小事小事，多謝關心。其實我想我啲舊話，我哋大家即係以前可能儲落係長期身體都係有啲唔舒服，即係只不過係跳舞做 show 嘅時候啲腎上腺素會遮住，只不過最近有啲時間同埋知道嚟緊有啲更加大嘅動作要做，所以就趁呢個空餘時間就不如治理一下啲以前嘅舊話咁樣。即係練到幾多成？依家六七成到啦，六七成到啦，開始慢慢 on track 啲嘢。眼睇個 schedule 係嘅，完埋今日之後咧，應該大家有一段時間都唔係好見到我啦。咁我就會專心準備呢個演唱會，就七月見大家啦。你有冇同阿陳浩生嗰啲傾偈？佢早排生日嘅時候有 message 過咯。咁我嗰時有問過你想呢個月食個飯啦，即係開組之前食個飯，大家傾下偈啊，定係完組先？咁我知道佢都忙，佢都好快就話完組，我哋先一次過食啦。咁就。我知道我有，因為大家同一個監製，我都有問世榮佢準備嘅情況點樣，都知道佢好如火如荼。咁啊，大家加油啦，兄弟 ！Thank you。係。上次話廣告唔回應就唔講咁多啦。避唔避走我真係唔知啦，但我就知道 Frankie 呢排都係喺香港專注拍嘅工作嘅。我就見前兩日。我經理人是跟他開工係拍緊劇的，所以應該就不是的，因為我叫 sorry 係踢咗佢，咁就係啦。我就俾空間佢多啲嘅，我就冇好係咁打擾佢，但係只係有 send 句慰問咯，即係話你處理好自家啲嘢啦，咁樣就咁樣咯，只係。所以就我又冇見過佢，所以都唔能夠代佢答呢樣嘢。辛苦 ，thank you， 唔該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